大家好，我叫阿卡布尼都热，今年11岁，在实验小学上5年级，这就是我的家，这是我画的爸爸妈妈、弟弟，还有我，可爱吧？这是我的弟弟啊，合起来，在平常的时候总是大喊大叫的。这个我就解释不了。我觉得我特别可爱，别人都说我特别可爱，可爱，可爱。然后我姐还说，我小时候吃了可爱果和那个恐怖果，然后长大了又吃了个开心果。不会的题我也不问姐姐。一个，两个，这是直角，直角是这样子的。做的抓饭特别好吃，我特别喜欢吃。我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妈妈，我妈妈跳舞跳得非常好。妈妈跳舞的时候像孔雀和天使一样。我上过一次那个舞蹈班，然后那个舞蹈老师就是我妈妈。虽然她有时候对我很严厉，可是我知道她一直都在包容我。我希望我还能快点长大。